好狼狈哦！好啦，继续。哎，我们就把黑暗军团给它解决掉呗。然后一样去扫那个，我一样，我今天一样我的日常哦，然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怎么样吗？而且像因为它这个游戏有蛮多国家在玩的，所以就是怎么讲？就是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虽然它没有分为就是单纯就是全中的繁中聊天室，虽然我是希望它可以突破这些限制啊。它的聊天室是综合的，很多国家玩家都可以在这边聊天。那我觉得我自己的重点也不要再废话了哈。因为我那后期发现全部都在缺钱呢，What the？我叫你 cam，哎，其实他会随机找一个位置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不然还有什么可以讲的？说啊，就不知道没。就像主线任务都是进阶都有人没有的东西啊，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觉得说，就一直练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欢迎加我，到底有没有人加我啊？我傻眼，我应该要让你们来加我才对。等下啊，我们要怎么加别人啊？重点。不是。对啊，这是别人要怎么加我啊？我要怎么加别人？傻眼。那我们先看这一个哦，阴暗条条礼包这样子。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别人呢，怎么办？很像只能从聊天室那边加的样子。啊？还有申请屁啦！哎，不行啊。我不知道哎，其实，我们这场出行就在这里讲哈，他好像只能从聊天室那边交友的样子。